宛若一个村姑。重点分析一下它整个的妆面，它整个的妆面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偏白，然后鼻头是稍微红一点，然后眼睛和嘴紫色和深蓝色还有黑色用的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吧，妆前打底。一般来说如果脸上妆用的比较多，我都是用的这个法国大宝，然后选一款白一点的粉底，对于我平常的妆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白了。脖子上带一点遮遮瑕吧，然后这个时候就好好的定个妆，拿个最便宜大碗的散粉，没用完的就倒回去。我真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宝。这个时候真的挺难下手的，我觉得可能先从眼影开始画吧。这一盘眼影还是我朋友从加拿大给我带回来的，我就用到这个颜色吧。先拿个紫色，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还是用小一点的刷子画这边。然后我们要找一个大红色，还是拿一把不大不小的刷子吧，然后蘸这个红色。我们能看到它后面这个眼线就是往后拖一点，有那种笔触的感觉，就千万别把它给晕开了，不然就跟它的妆不像了。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比较偏紫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笔触的痕迹，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颜色，是我很早之前买的一个眼影，没想到今天还能派上用场。再换一把刷子，得亏是我刷子多，不然出这种妆真太费刷子了。其实都有点偏蓝了这一块。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在它这边眼睛也有一点点蓝色的部分，然后就趁着这把刷子都涂上去，有一个像三角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拿刚刚的紫色也画一个三角在它旁边，就这样两个三角叠在一起的感觉。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找个黑色，纯黑色。哦，现在就用这个的黑吧，黑的非常的纯粹，这个黑。所有的笔触的动作都不要太大，尽量小一点，范围控制好，要一整块一整块的感觉，不要像我们平时画的一样那样晕开了。这边全面全都是黑色，后面也有一点黑，但是不多，比较少。 OK， 我们几乎上眼皮的就画好了。其实它这个眼影重头戏还是下眼，下眼的黑色用的很多。OK， 眼影画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画他的眉毛。他的眉毛有点像蜡笔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难画的，我可能只能仿个神似吧，挺难的。我先拿个黑的，拿个扁头刷蘸这个黑色，然后把它一整溜的感觉画出来，真的有点乱涂的感觉。然后这边呢稍微轻一点，他那个眉毛里面还带一点点紫，就用到刚刚的这个颜色，在这里眉头的地方带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就重点画他的腮红。他整个人物的腮红其实是一个非常亮的亮点，鼻子是红的，然后整个脸这两边是凹进去的感觉。感觉腮红刷的有点大，腮红的位置打得很低，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三角形。 OK， 腮红大概画完了。他的脸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口红很黑，我应该都没有这么黑的口红，我只有找一个这种像颜料一样的东西，这还是我去年出仿妆的时候买的呢。
整个的嘴唇不用涂得太精致，如果太精致就不像它了，因为它整个的妆感觉很散。然后看到这边有一溜涂出去的样子，它的嘴唇上其实还是带一点紫色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补一点紫色在上面。上嘴唇我隐约感觉到有一点红色，然后我这个时候再擦一点红色在上面，然后再找一个偏光一点的红色，这其实就有一点像了。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就是把它最点睛之笔的脸上的血迹画上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在画这妆之前我有心直接拿那个笔蘸着血浆往脸上甩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控制不好它那个很像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决定还是麻烦就麻烦点吧，我还是直接拿手画。拿手画这个时候我用到的是这两个东西，也是我去年出仿妆的时候，因为它这两个东西的流动性比较好，我准备调一个我觉得适中的那种浓和稀的程度吧，把这两个颜色混到一起，然后调一个深红色出来，因为他脸上的血迹是偏深红色的，可能就是这种颜色吧。这个时候调完了，别忘了把这个笔还是要擦一下，因为手有点抖。好像反了，不好意思，我重新来。我反了，反了。拖拽的痕迹出来，大一点的雪滴是这一个。这时候呢，我还要用一把小一点的刷子，画那个雪滴上圆圆的那个感觉。旁边还有一个深色一点点的小雪滴，然后我再加点黑色进去。鼻子上也有几滴雪滴，也不停在调颜色。我觉得美术生画这个妆应该不难吧。鼻尖上面有一个浅一点的雪滴，我就再把颜色改浅一点。我们就重点画一下他眉头上面的那种散落状的雪滴。这个地方有很大一片血迹，老弟爷这咋画？来，我们看一下。OK， 那我就看着画吧，我可以的。我们小一点的笔把它圆形状勾得圆一点点，毕竟不是那种洒出来的颜色，可能没有洒出来的那么自然。接下来呢，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的在肩膀上面还原一下它的纹身，移远一点，用的是一支我不需要的口红了。然后这里好像延伸下来有一个，发挥我的想象力，可能跟他的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再拿个紫色，你肯定是紫色的口红呢，出来到用你的时候到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哟，不要跟妈妈藏猫猫哟。来了，咦，你也不是很紫嘛，真是的，好乱呀。我觉得他的是纹身虽然乱，但是乱的有章法，我的是乱的毫无章法，不好意思，对不住大家，对不住，我实在画不出来他那个纹身。然后现在我就把我的头发再搞一下，然后之前为了仿这个妆我还去买了个假刘海。我一代真的是有够弱智，老天爷，怎么办，我就不戴刘海好看一些，戴刘海才是他呀，什么鬼。我觉得还是放弃吧。人物的原型也是没有刘海的，他本身人物的原型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也挺酷的。 OK， 今天这个妆就画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点像。如果你们今天喜欢我这个妆容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关注、加转发哟，一条龙，谢谢你们的。